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中原地产 Grand Yellow 分店嘅阿正啊。今次介绍翻咧就系 Yoho Midtown 嘅两房单位嚟嘅。好，咁我带大家去睇翻先啦。好，咁我依家企喺大门位置咧，咁其实咧入到嚟咧就见到个厨房噶啦。咁左手边咧就客房厅，我哋睇下厨房先咧。咁厨房空间其实相当之阔落噶，咁原料都 keep 得相当干净。咁嚟到呢度咧，就饭厅位置啊。呢个单位比较大啲啦，两房嘅关系。咁其实个饭厅咧，基本上摆咗张长形嘅饭台都冇问题。咁而个客厅咧，都非常之阔落。好，之后去到呢边咧，咁我左手边其实洗手间嚟嘅。咁而呢边咧就系主人房，景观都好开人嘅。原来呢边间房咧，其实都系摆到个五尺床，再加衣柜。其实呢边单位咧都可以见到深圳湾景，同埋下边咧其实系泳池嚟嘅，即系内园景啦，都相当之靓嘅。好，咁今次介绍去到呢度啦。咁如果有兴趣睇楼，记得揾翻我啦。我叫阿正，多谢晒你，拜拜。